提多书，提多书第一章。神的仆人，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，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，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。到了日期，借着传扬的功夫，把他的道显明了。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照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。现在写信给提多，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，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，又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各城设立长老。若有无可指责的人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儿女也是信主的，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，就可以设立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，必须无可指责，不任性，不暴躁，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不贪无义之财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好善，庄重，公平，圣洁，自持，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，说虚空话欺哄人，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，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，他们因贪不义之财，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败坏人的全家。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，克里特人常说谎话，乃是恶兽，又馋又懒。这个见证是真的，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，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，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。在洁净的人，凡物都洁净；在污秽不信的人，什么都不洁净，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。他们说是认识神，行事却和他相悖，本是可憎恶的，是悖逆的，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。提多书第二章。但你所讲的，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，劝老年人要有节制、端庄、自守，在信心、爱心、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。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，不说谗言，不给酒做奴仆，用善道教训人。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、爱儿女，谨守贞洁，料理家务，待人有恩，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。又劝少年人要谨守，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，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，言语纯全，无可指责，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，便自觉羞愧。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，凡事讨他的喜欢，不可顶撞他，不可私拿东西，要显为忠诚，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
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这些事你要讲明，劝诫人，用各等权柄责备人，不可叫人轻看你。提多书第三章。你要提醒众人，叫他们顺服做官的、掌权的，遵他的命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不要毁谤，不要争竞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、悖逆、受迷惑，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，常存恶毒、嫉妒的心，是可恨的，又是彼此相恨。但到了神，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，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。这话是可信的，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，是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，这都是美事，并且与人有益。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，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，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。分门结党的人，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，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，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。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，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，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。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，叫他们没有缺乏，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，预备所需用的，免得不结果子。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，请代问那些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。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